六根之聚，所以这个经又叫法聚法门，就是六根六尘都聚在一起的法界佛门。那这六根六尘呢，都是以智性清净心而起的，这叫意识境界。意识境界下，这意识境界下半部才讲啊，因为意识境界为我们根本，哎，根本。一直一时境界产生无明，有无明。因为我们不知道法界性，不了解法界，六念思维，错谬的妄想分别，因此就先妄境界。因为有妄了，产生取舍，好的想取，执着不舍；赖的想不沾边，办不到，这叫记业所感。你过去的因缘跟现在的因缘感召的，有生的耳眼耳鼻舌身意，有六根。内以这眼耳鼻舌身意，外呢对着三生相位出发，六根对着三生相位出发，六尘在这根对尘中间剩下十，十是分别，就产生六识。要是合乎你的心的，顺你的妄想的，你就高兴，这叫顺缘。不合你妄想的，你讨厌的，你又离不开，那叫违缘。乃至于也非善也非恶，也非顺也不随意，那就起变化了，那叫无记。无记完了而生变化，这十八种，一共是十八种，所以此经叫根据法门。六根六尘六识相聚，加一个根本无明，聚在一起了。再重说一遍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三生相位除法六尘，跟对尘什么作用都没有，但是中间有个识，眼耳鼻舌身意六识，这个六识在这个根尘当间分别了，喜欢的想得到，跟你不喜欢的想舍弃，想得得不到，想舍舍不掉，这叫烦恼，这叫烦恼。
因为这个占察三摩经，你所造的业，不论善也好，恶也好，你离不开这十八种。所以这十八个数啊，每一个数就是你的根尘相聚的。它还起变化啊，对，十八乘十四，那就一百八了，加十四一百八了，一百八加你现世的，一个九个，啊，眼耳鼻舌身意三项五浊，啊，根本无名不算了啊，所以加现在这个是一百八十九种，是吧？当那个种数字是这么加起的，是这个数字。这个你要想学，得拿那个轮相来跟你学呀，详细，大概讲经跟你大概这么说一说。说地藏菩萨说啊，要我末未来世的我的佛弟子，未来世的一切末佛弟子，为什么是专说佛弟子？根据法门，只有佛弟子用。再将拿这个当衣钵形象去用去，不灵了。我们这是观宗用的，是闭关用的。那他拿去了，跟人相面拿，他能用吗？用效果也没有啊。说想拿这个挣钱，那办不到了，办不到。说那么出家人想挣钱，那就非命活。那卦也不灵了，那也不现了，不会准确了，一定懂得。如果我们拜完占察轮，拜占察相，会用占察轮，别人请我们，地藏菩萨准许给人家做，利益众生嘛，叫做千万不能收钱。如果一收钱了，不灵了，不灵了。这个呀，要想学的时候，单单特别讲，在座上没办法跟大家讲，说的让大家明白啊，你知道这十九个轮相的来意就行了。说未来世那就地藏王不都就说我们这个末法时代了啊，要未来世的诸佛弟子，说的很清楚啊，必须是佛弟子，未来世佛住弟子，起码得三宝皈依三宝的，出家二宗在家二宗的，那你对于你过去现在未来的果报，现在身所受的这个所受的是报，你不知道你的因呢，为什么他我这身体这么不好，有的某道友一生都是病的很多，身体不健康的，那为什么？你问一问吧。你过去杀业很重，身体很健康，学不进去，没得智慧，你也问一问吧。你过去造的业很多，今生没智慧，那就拿轮相指一指吧。究竟照了什么业了？是身口意哪方面重？你重点忏悔，完了你知这三个轮相，把那个合计的总数，轮相所现的总数，你观察，观察之后就明白了你的善和恶。这类故事很多，可惜他没不会论，不会用轮相，也不会占察。在唐朝时代的时候，五台山的大庄严寺、大华严寺有个师父叫牛四禅师，外号为什么叫牛四？大家都骂他像牛一样的，他心里脑子不清楚。只能在大寮做饭，做苦役啊，做劳动，
学法，不论念佛呀、学经啊、拜忏，全不能进入。就是笨得要死啊，不是一般的笨。于是他生起惭愧心，他都咽得五台朝，朝着五个台顶要见文殊师利菩萨。为什么人家都懂点事儿，都是学都能学成，他为什么不行？他自己朝舞台时候遇见一个放牛的老头，说师父，我看你来转来转去，在这山上转了好久了，你为什么啊？他说我就想见文殊师利菩萨。他说你想见文殊师利菩萨做什么？他说我呀，人家管我叫牛，说我太笨了，我这照什么业了？文殊菩萨说：“你要想知道你的业呀、啊，这个老头啊，这个放羊的老头就是文殊师利的化身。”就跟他俩谈，他就体会到了。这些文殊菩萨现前，他跪到文殊菩萨面前，一定求菩萨救他。文殊菩萨就把那个皮的衣这个环呢、啊、拿来，从他口里头探进去。把他心就给勾出来了，说你看你的心是牛心，人家叫你牛四啊，不错的嘛，给他换个心。说你过去骂法师像牛一样的，不是骂法师了，骂比丘像牛一样的。过去他是说法的法师，他在座上骂这个听经的牛一样，骂这听经的比丘是牛一样的，堕落现在已经五百辈子了，生生世世，虽然今生出家了，你那个心没有一点智慧都没有。现在由于你的忏悔，我给你换个心，你能讲经了。到这一回，他就能开始给那个主比丘讲经。大家起个外号叫牛四法师，历史就这么这个因缘呢。说一句错话，骂人一句话，都有因果的。你想白白过去啊，不可能了。啊，特别是学法的三宝弟子，你的一言一行特别注意，对，随便的说话，造了业了还不知道。若我们想知道某现在所受的报，哪有那样子都遇见文殊师利菩萨呀、啊、遇不到啊。对，那就遇见地藏王菩萨了，遇见沾茶散的业报经，你用沾茶轮一沾茶，地藏菩萨跟你说了，也用不着超散的，你就坐在屋里头拜忏去，一致这189种你都可以问，等着讲到那189种名相上就是了。有189种，为什么单说这么个数字呢？这189种怎么来的呢？让你依照这个身口意三业，在家根本烦恼，是成是。这是三世加一个根本无名是，实成你现在这个36、18种业，六根六识六尘，36、18，18乘10，那180了，再加个现前的眼耳鼻舌身意身口意，对，就成了189。这个数字是必须三次指轮相的时候用这个第六轮三次的数字才到189这个数字。第一轮一二三，那到第六轮
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这三个轮加起最大的数字189，但是得值三次，因为三次姻缘得值三次。如果你值三次都不限空白的，十八个轮数字都不限，都是空白的，你已经成了道了，对，不在数字之内了，对，对。但是到那个程度，他也不会用转场轮了，因为在你是这个数字时候，地藏菩萨在你用转场轮时候，地藏菩萨一定现前。地藏菩萨现前，你没会知准确的。你办一个期两个期呀、啊、你支出来总是对不上号，心里想的跟数字所限的，对《占刹经》所说的不相符，就叫虚妄。那怎么办呢？重新办，重新支，对，你一天不相应，两天有时候一个期两个期都不相应，为什么？说我们业太重了，得先拜上两三个起夜宵了你再吃，但是一相应啊，天天相应，你每天早晨吃每早都是相应的，这189的数字啊，每一个有一个标号给你解释，咱们下头就念这189个，求上乘得不退，就是一。你用这个轮相，这六个轮相支的时候，支三次，就像一个一，不是三面吗？一面空白吗？都现的空白，两次现空白，只有一次现那个一。这个一是什么呢？求上乘成就了，能得到圆满果位。说那个轮相那么多数字，你掷三次自现一个一，如果地藏王菩萨不来的话，或者地藏王菩萨护法神不来的话，你掷不出来啊。六个轮，每个轮都有三面的字，就现一个一，每次都是五个空白，一个一，两次空白，一次现个一，这是求上乘。说我发菩提心，利益众生。说好了，求上乘得不退，在华严经进入初住菩萨，在大乘经里头进入七地菩萨，才能叫不退。也就二乘人证的阿罗汉果，那才叫不退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求所求果现当证，这不是求生极乐世界啊，现实我想求成正果成道，那就是把烦恼都断了，断见思慌，断烦恼，这个果位不一定，或者你求初果、求二果、求三果、四果，就我求菩萨成。这第一二轮大概是大成啊。第三个说这个轮相拿值三个，值三次就限一个三，求中成得不退，中成是圆觉，是吧？二成啊。是生了圆觉就通成二乘，就是小宗，宗乘呢就是圆觉，小乘呢就是声闻，大乘呢是菩萨，教义里边小宗大，第四个求下乘得不退，就求包括这个下乘，包括人天了，想升天了，
咱们佛教说想升天很容易啊，你做一点善业的，善业成就就能升人天果报。说来生财富和来生富有，人天比较容易，求正果就难。就是求下乘的能够得不退。现实在轮相一百八十九种，你值三次就像一个四，也不容易了。这个不是地上不是再来，你绝对现不出来的。对，将来你们用占禅轮用的想修行，大家是听经了，不是想用占禅轮的了，不见得用啊。我看用的人很少了，但你用的时候，用的时候没有懂得。所以因此咱必定产生一个清净的坚定信心了，这都靠信能成就啊。如果没有这个信心呢，这些个成就不了。为什么？达不到，达不到，不能够得成就的。这求下乘得不退，那包括我们求人天的福报。第五，求神通得成就，光想求神通，不想求其他，能够得到。第六个，修四犯得成就，那这个清净，这个容易，清净梵天，对。但是这个又含一种一种意思，含一个什么呢？清净不是梵天那个梵啊，这个是包括的修四梵的成就。这个四梵是清净的梵行，清净的梵行。什么是清净梵行呢？四无量心，慈悲喜舍。慈悲喜舍四无量，梵就是代表清净，就是修慈悲喜舍成就。这个心呢，常具足了慈悲喜舍四无量心。第七，修四禅得成就，就四禅就是世间禅定啊，不是出生死的，不是了生死的禅定，是四禅天的定。第八，求所欲得妙戒，说你拜忏，拜忏的目的想得到轮相，得到轮相的时候想得到戒体啊。说我们在求戒时候没有得戒，说以拜忏来求得戒，请地藏菩萨受戒，那所欲就是我求戒，想受戒，得妙戒，得了戒体了，就这意思啊。第九，所承受得戒具，所承受就是你过去你受过五戒、八戒、菩萨戒，或者受比丘、比丘尼戒、沙弥、沙弥尼戒，轮相，你在拜忏目的是求得戒，那你已经得了。但是轮相得清净啊，就现的这个轮相，现个第九，说你掷三次数字加起来是个九，必须三次数字，那轮啊，一百八十九那个数字轮啊，你掷三次，其他都是空白，就。Thank you.
这是卦王告诉你，不是三相，是魔焰。说你这是邪门，不是正。
Thank you.
六十六，所思人得慧；六十七，所思人不服慧。不服慧了，是那个人已经不在人世了，或者你跟他缘尽了。六十八，所请患得来济，说你还请客，你先打打卦，请得来请不来。六十九，所争乐的得离开。七十，所耐静的得尽之。七十一，观欲得合计。欲具啊，就是求或者求妻子啊，求朋友啊，求六亲呐、啊，就能够合，能够聚在一起。有者呢，观欲具不止不合计。你想求跟人家打一个盹儿，不可能了，聚合不到一起。所请患不得来，你请人家或者没时间，或者人家不愿意来，不要再请了。七十四，所欺人当自，这都预示给你，说你请的人请不到，那就不要请了。说你请的人马上就能来，
你也不要等了，他会来的，就这样的意思。这都是啊，预兆有急难怀疑，和你请的人紧着不来，你打个卦来不来，说能来你再等一下吧，说你请人不能来了，你不要等了，人家不会来。记得啊，讲到七十五，说说七的人不能来了，说这一百八十九种地藏菩萨什么事都跟我说了，明儿入灵了，大事小事儿。要学这个占察相法的人，这大小事都要到佛堂去问问地藏菩萨，烧香先磕个三个头，指示轮下，告诉您了，不然不是说你天天拜，赶紧拜忏成功圆满之后，以后你用占察轮用的相法，随用随灵。Thank you.